周三英超亚洲挑战杯11纽卡素对狼队。纽卡素自奔尼迪斯离队后，主帅一职仍然悬空。球队有门将杜巴夫卡、后卫法比安舒哈及拿修斯、中场马特列治、桑恩朗达夫及继承容等，都在今次访中国的大军中，但米基尔亚米朗及基斯甸艾素仍未归队缺阵。狼队今次只有12名一队成员入选，其余人脚以青年军成员为主。他们的首席射手鲁尔詹美尼斯及中场路曼沙斯在完成国家队比赛后仍在休假，故球队阵容颇为不整。由于纽卡素欠主帅，狼队则欠主力球，故相信双方的踢法会欠章法或较向保守，入球能力会大打折扣。入球大细 2.5 球的入球细直播。